啊，好可爱哦，她好可爱哦，她真的好可爱哦，她好漂亮哦。好了，各位哥哥，大家好，我是白。今天我们记得实况我们的巫师与幻兽。我们今天要来出去探个险。在我们上一回的时候呢，不是有发现几个非常厉害的那个神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类似祭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去那边探险看看，究竟会不会找到一些更好的东西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在开始前立马上来使用一下我们的剪刀，看一下我们的彩虹羊剪下来的绵羊是彩虹绵羊块。哎，真的哎，那，彩虹地毯，哎，等一下，彩虹地毯看起来，哎，两块就可以了，我要做彩虹地毯，哎，等一下，他给我三块，也不是不行，这可以当我的地毯哎，好棒哎，啊 ，Rainbow， 还少几个，还少几个，哎，很赞哎，彩虹地毯，好耶，好耶，好耶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准备点子弹，我们就来去探险吧。我们上一次去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多好玩的东西的。我们这一次来带你好了，我们都没有看过他的属性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带他去玩玩看。我想要来去这一边的那一座塔，我们上次不是有去到，结果我们都没有进去里面逛逛，因为上次为了抓我们的彩虹羊，花了一点时间，然后这附近超多奇怪的兽类，我要先闪了，我真的是会被他们给吓死。我们就飞到这边，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塔里面探险一下吧。OK， 抓起来，走，先进去。OK， 我现在没看到任何比较厉害的东西会跑进来。这个是僵尸的，会给什么、啊？这个给一张纸、空白地图跟罗盘，不知道会不会用到。纸，怎么都是纸，来点 magic 吧。应该也要给点 magic 吧，这边有点卡哦，所以可能是附近的效果太多还是怎样之类的。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太适合把宠物叫出来，因为我的宠物它太高了，如果这个时候把它叫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它会东卡西卡。哇，你们自己也会被自己的设计给困扰的，这么矮，然后这边已经是最高了吗？就这样子而已哦，这么短一个哦，啊，我还以为它会更长呢，我还以为它会更，所以这样就结束了，这么短，那我要拆书回去再回去盖我的那个，回去盖我的那个附魔师，走吧，我们骑着我们的啸号飞鹰，然后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能够在天上打飞机吗？不是啊，我可以在天上射枪吗？可以耶，可是也太难了吧。他刚好那个角度会卡到东西，所以也不好使，也不好使。等一下，哦，阔鱼神兽，等一下，好美哦，好美哦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吗？这个是阔鱼神兽。它之所以为什么叫阔鱼神兽呢？因为它总共会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花色，它会在海边出现。对，它很美，它是一只也是可以驯服的算神兽的一种，但就是水，有点像是它是水上的。对，它是水上的。哇塞，这么魅力！我先把我的鸟给收起来。哇塞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花纹，它是有点像什么？阔鱼或是什么某种哦，超美的，某种就是也不算阔鱼吧，它就是一只，就是很美，你看。就是他整只就是这样，而且他眼睛两个啊啊啊！呼吸，对，呼吸，我终于遇到了他们，好想每一周带回家。他的花色好多，这次还好，我们要挑一只，天哪，我要怎么挑？每一个都超美，就是你珊瑚色，你就是你了，就是你，我要抓你，我就抓你了，好吗？我记得你不会飞，我记得你们好像都不会飞，你们就是。可以在水上移动的那一种啊！我要怎么骑你？我要尝试 ，OK， 尝试爱上我哦，失败，尝试爱上我 ，please love me please 啊 no please love me， 哎呦，真的，我终于一天我被我自己被我自己给呛死，我的天，好漂亮哦，我要你啦，来啦，哎呦不要啦，不要再拒绝我了，很努力嘞。你看我就这样子死八节，你就爱上我吗？好，算了，我要被我自己啊！呼吸，哦，好难哦！天哪，太，这对我来讲太难了吧 ？OK， 好，加油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
事不过三嘛，虽然已经超过三次了，超难养，超难养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爱了啦，爱了啦，我快要，嗷，不行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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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让他爱上我之前，我觉得先，我觉得先自己先溺死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怎么让你快速爱上我啊？大家都快要飘走了，只有你，怎么那么固执？你可以不要那么固执吗？哎呦，想求你啦，快点！可是他上面已经写所有者是我了，没有，他已经爱上我了，他已经爱上我了啦。好好，你在这边先不要动哦，我要先在这里存一个点 ，HLOVE my love， 然后呢，我先传回家。然后先待好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坐骑神兽先留在家里休息啊、哦！不对不对，不是坐骑神兽，我是说我们的那个暗影，我们先留，我先把暗影留在家里面休息。嘿，我刚走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一条，我以为是你拉的，就是我想说彩虹嘛，对不对？彩虹就是会对拉彩虹之类的。算了，我不要说了，越讲越奇怪。传好 ，OK 来了，我要把你给，你在哪里啊？哦，你在这，把你给抓走，把你给带回家。好的，其他的兽类再见了。好美哦，超美，美爆。OK， 然后我想给你穿，我的道具在这里，我的马鞍，来，有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骑上。你会飞吗？不行，它只是一匹在水上移动的，就是。哦、好可爱哦，他好可爱哦，他真的好可爱哦，他好漂亮哦。我要试试看他在水里会不会移动速度变很快，我看一下。哦，真的，他是水上的没错，他是水上的没错。对，他在水里只要按住空白键，他就会移动的速度很快，他就有点像是小蹬一下这样子。啾啾啾啾啾，所以我看，哦，这什么鱼？嘿，这什么鱼？刚刚看到，刚我看到荧光鱼，对不对？好美哦，荧光鱼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在我画面上，这个好想抓回去，找时间抓回去找。我们先去沙漠玩。有了，可是你在陆地上移动速度怎么样？会不会也是普？也是蛮快的呢，可是不比在水上快了，毕竟它是海上的。走，我们再往前飞飞看，看一下会不会有其他的目标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稍微逛一下就好。请问我是飞回来的吗？还是这是第二座塔呢？好像是，应该是第二座塔啦，我们调查一下好了，调查一下，也许会有什么好料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开始吧。我的稿子嘞，没有稿子。OK， 拜拜。No， 吐司什么的，这东西都些太落伍了啦。再给点高级货行不？你懂我说的高级货的意思吗？再见。OK， 它的塔不是它的塔，我是说它这个高度不高，它的上面基本上就是一些面包。好，我感谢你们赠送我这么多面包，怕我饿死是不是？它这座塔给的东西都好穷哦，它就是很怕我饿死。这是阿嬷的塔，你知道吗？那是阿嬷的塔，阿嬷怕你饿死，所以。难度不高真的是难度不高好啦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去地狱啊、哦，我要去地狱，因为我想做一把剑，叫做火焰之剑。我要去做一把火焰之剑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前面这里有没有看到那个红红的海？跟你们说，这个红红的海呢，在暴雷雨的时候，这座海会出现一些比较难的怪物。对我们呢，目标不是为了进去里面打怪，而是我们要来收服里面的。邪恶妖怪，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关起来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去地狱，然后目的是要先去找到我们的神，就是那个不是神啊，所以说目的是要找到我们的玉髓，对，我们玉髓定，然后那个玉髓定，金冠鸡好可爱，金冠鸡 H， 然后我忘记我拼了 CH 了，随便，金冠鸡，我记起来了，这是黄金牛。奶油牛啦，奶油牛好可爱哦、喔，奶油牛想抓，
我跟你讲，我这边又变成一个宝可梦捕捉计划。我这不是宝可梦，这个是那个幻兽梦，好不好？幻兽梦，幻真的是在幻兽梦。好了，我们来去做正事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然后呢，把我这两只神兽都放在一起。好了，你们两只就先那个互相交朋友啊。你们就先在这里给我待好、啊，我要去地狱做点办点事情。你们不要给我捣蛋啊！抓这只走，然后整理一下。走，我们这一次要去地狱做的事情很简单，我只想要去地狱做传说中的火焰之剑。火焰之剑呢，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烈焰粉围成一圈。可是因为烈焰粉我们在上一次打的时候量可能够哎、够哎、哇哦哇哦，火焰之剑够哎、我做出来了。OK， 好，那就对，没有地狱的部分了。对，谁知道？我一直以为我的火药粉不够啊，也是可以探索一下的啦，走，船到这里来，然后走，我们来去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堡垒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啊。我去逛另外一个堡垒好了，我去看那边会不会收集到其他的东西。OK， 走了，我们要勇闯这个地方。你不要掉下去呢，我还是先把你收起来好了。虽然他已经跟我走了一段了，我的目的是想要从正上方攻陷他们的那个什么宝地，他觉得会被发现之类的。OK， 啊呜，哦，打他们。OK， 死，睡了。我的防御率好低哦。打他们。哇塞，朱布林把我的兽给，哇塞，好强。我太小看你们了，真的是太，啊呜，太强了吧。太强了吧，我不知道他的攻击这么痛哎、欸，哇塞，瞬间被围殴哎，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就穿一条金裤子啊，我认了好不好？穿金裤子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没，哎呦，没救了，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救了，我这个时候穿好像已经太晚了，好像没救了，应该是没救了，我直接闯过去就直接死掉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认我穿。因为我刚好攻击过他们的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救了。那一块地我就放弃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实况操作这里告一段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损失一只兽啊，拜拜。